3月9日周六，核心力量训练。登山者吧，再录一组登山者。保持核心容量，站着不要晃。半一圈5:26，初步4:27有个半马比赛，小比赛。正好是半一圈赛前一个月测试，看看半马能跑多少。目标120吧，我们的目标121的水平半马，全马打开25就够。开始备赛，加油！